哎，这个书怎么烂呢？我打算一个法语，烂呢，才才开就烂了。对，然后就是我前几天买了几本书，就是自行车，就是为了让我更加了解自行车。对，然后一个是一个环法自行车载极速百科，因为之前嘛也没怎么看过，所以说就想了解一下以前的一些赛制或者。7月1号是2023的环法就要开始，所以说先提前做好功课，然后看的就不会那么小白了，就更加了解，能看得懂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自行车维修与保养全书，是为了以后就可以不用去找外面的人修车，可以自己修车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两个就是。这个好像是就是训练的，就是自行车的一些发力，就是该怎么去训练的一些部位那种。对，上斜哑铃卧推，就是训练的一些动作一些。然后这个就是。这个怎么说呀，就是骑行姿势嘛，就是怎么说。然后呢，这本书呢就是其实你就是想了解一下，对，不知道能不能看懂，进去先看一下，如果是看得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